的泪不止一次在这黑夜为你流，一想你我的心就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所有的痛只有自己默默承受，不知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受。你说你再次爱我，爱我到永久，为何你总是一去默默不再回头，留下我在这循环中独自奢求。我的哎，菲菲，你来了。哎，你看你真是啊，这段时间真是把你累坏了。你要再这样，我真不好意思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谁叫我愿意呢？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有钱难买愿意。坐下，歇会儿。哎呀，哎，这玉梅呢？啊，医生把她叫去了。哎呦，还真是，她去了半天了没回来。老谷啊，嗯，你说我会不会是？哎，菲菲，菲菲，看啊，看，你妈妈又准备胡说八道了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大嫂，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妈，医生说需要立即做手术。知道的，我进来之前我妈就已经住院了，好像是肺里长了什么东西，我怀疑是癌症，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好吗？我们会调查的，你放心吧。那谢谢了。货仓的门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啊！哎，你赶紧指给方总看。方总在这边。喂，啊，殷总啊，钱转到账上了没有啊？哦，到了到了。我儿子好吗？我老牵挂你们俩，千万给我注意了啊。没问题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亏待不了你儿子的。咱过了这阵子，我好好陪陪你啊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跟我净来虚的。好，那我给你来点实的。我们煤矿的第一车煤已经出来了，全是乌黑锃亮的好煤啊！真的？太好了！好。有没有兴趣过来参观一下？我还是把船的事儿处理完了再说吧。哎，你们那边的手续也要抓紧办啊！好，一切听从你安排。那先这样，再见，宝贝儿。好了，我挂了啊。陈然，哎，
跟着我好好干呢，没有叶子斌，我一样能发财。是啊，走。哎，陈然，改基本账号的事儿办好了没有啊？我正在办。抓紧去办。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去。我再提醒你一下啊，你可是安泰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办事效率要快。我明白。你走了。哎，伯母。哎，嘿，陈，我是叶总的手下陈然。哦，这是一点心意。哎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这买东西来。叶总让我过来常看看你。你见到子斌了？没有。叶总他去公安局自首前，反复交代我要常来看看你。伯母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。伯母，叶总他是个好人，您放心，我会经常去看他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老谷啊，子斌这孩子心里有我呀，他惦记着我呀，啊。还想得起来我这个舅舅，在这世上，您是我唯一的娘家人了，我怎么能不想您呢？你呀，从来就是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两样，哼！哎呀，幸亏我没指望你能照顾我，要不然呀，我就是死在屋子里变成木乃伊了，也没人理。我不是忙吗？我给您赔礼道歉，走走走，我带您吃西餐去。走，你少来这一套吧啊！舅舅，这可是您的不对了啊！您是长辈，我晚辈有不周到的地方呢，您要多担待点儿。您要为我想想啊，我烦心的事儿还少啊。叶子斌他蹲监狱了，我又怀了他的孩子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个呢？我告诉你啊。现在全海北市的人都在传你们俩这丑事儿呢。您听到什么了？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。那我问你，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叶子斌的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你瞧你这样，还好意思？哎呀，真是啊，脸皮比城墙还厚。你损我？您的脸皮也不见得比我薄哪儿去啊！你别忘了啊，我是您的亲外甥女儿。怎么着？你是不是以为你这件事情做得特别漂亮得体，还要让我夸奖你几句啊？这能怪我吗？叶子斌他没有本事，难道你喜欢听别人说我是一个不会怀孕的女人，您才高兴啊？小平啊，小平，你如果喜欢孩子。可以抱养，可你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你就不怕人家戳你的脊梁骨啊？你就会责怪我，我从小就没有家庭温暖，嫁到叶家后我一直没有地位，连您都瞧不起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小平，做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，你看看你大嫂，还有你婆婆，多好的女人啊！你应该好好向他们学学。依我看呐，叶家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你是有很大的责任的。孙爷，我
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亲人，你居然这样说我！我走到今天全是凭我自己的本事。告诉你，你另请高明，给你养老送终吧。哎呀，谢谢你还想着我养老送终的事情呢。这件事情啊，你不用操心了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哼，哎，哎，老孙，兰英。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怎么让我等这么半天呢？你看大白，喂，是我，你听不出来了？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讨厌！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好，一会儿老地方见。老地方见，不见不散啊！哎呦，别婆婆妈妈的了，我都累了。哎，我再听听听听。啊，听什么？哎呀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喏，给你看看，这有没有漏洞？哦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动手脚的人你找到了吗？我当然找好了，他也不是本地人。聪明，你真的很能干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啊。你不就是东风吗？哎，我听说叶子斌自投罗网了，要不你跟着我算了。你现在就是甩我，你也甩不掉了。哎呀，这叶子斌一进去，少说要三五年。当初你怎么不劝劝他？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好啊？我一个女流之辈，叶子斌他能听我的呀？再说，我不是怀了你的种。哎呦，他是要死没胆儿，要活他活不成。现在这个归宿啊，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有条件。哎呀，有条件，说吧，除了要我命以外，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那我就说了。说吧。把你家那黄脸婆给我咔嚓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擦擦擦擦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嗯，真把你累坏了，你都瘦了。瘦啥了？瘦了好啊！俗话说，有钱难买老来瘦。你看我，从一生下来到现在，就没超过100斤。你再看看咱们老骨头，哎呀，这浑身的赘肉，干起活来呼哧带喘的，别人看着都难受。你好，你看你现在瘦的啊，没有骨头挡着，我看他还挺瘦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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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讲啊，稍不留神，五级大风一下子，哎呀，把你吹到南极去了。我让你精神，我让你精神。行了，说你们俩一见面就斗嘴，你干脆调曲艺团说相声去了，照你跑一手。坐坐坐，行了，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我呀，没本事买凤凰，就给你买了一只鸡，炖了点汤，一会儿啊。让老骨头，给你尝尝啊！哎呦，我的孙猴子呀，啊，买不起凤凰，
你说你把你平时提溜的那个鸟炖成汤，那也比鸡强，不是吗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说着说着呀，他就往那歪道上拐。我这跟你开玩笑呢，你还跟我较劲儿，好意思吗？行了行了，说乱七八糟，我都糊涂了。哎呀，孙大哥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你怎么不把老谷给你介绍的女朋友带着给我们瞧瞧啊？嗨，本来啊是一道来的，专门感谢感谢老谷。哎，可谁想到半路上他女儿家出了点事儿，就把他给叫走了。哎，老谷总，真不好意思啊。没啥，这有什么？哎，我说，做猴子，这个只要你啊，以后别再缠着秦树芬同志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老骨头，你一百个放心吧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。哎呦，亲家，哎，我那个外甥女啊，我没教育好，给你们叶家添了不少麻烦啊。我在这儿呢，给你赔个不是。哎呀，老孙，我没什么，我不做，你呀，好好养病啊。该走了，真是。以后呢，有什么需要我孙岩帮忙的，你们尽管直说啊。真谢谢你了，孙大哥。行，好，就这样。送送。哎，不，你陪着他啊。我说老骨头，你能不能笑一笑？别老板着一张脸，这改明我还得请你做我的伴郎呢。我还没笑。哎，看看啊。方总，货已经到码头了，您看。货到了，装船就是了，这也来问我。剩下的货款怎么样了？您不是说先不动吗？不动不等于不弄清楚。哎，你最近是怎么回事？六神无主的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不想干可以，随时可以走人。好了，你去办吧。你就是方小平吧？是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叶子斌涉嫌一桩车祸逃逸案件，有些事情可能牵涉到你，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叶子斌车祸逃逸的事呢，跟我是一点关系没有啊，他是在诬陷我。那你说他诬陷你什么了？这我不知道，我们在闹离婚呢，他恨我，他一定恨我。出车祸的时候你在现场吧？那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，不行，你们看我是有身孕的人，你看我身孕。你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你的。爸，明儿啊，我婆婆就要做手术了。今天你还是早点歇吧，啊。爸。你笑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我是想啊，等你婆婆出院以后呢，咱们就搬到一块儿去住，啊，到那个时候，超超也回来了，你说那个时候，咱们家又热闹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啊好。爸，哎，你放心吧，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到时。你既是老爷，还是爷爷，再过几年呢，你们俩呀就等着抱重孙子吧，美死你了。爸，您别着急。啊。医生说呀，就是一般的手术啊。哎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特别不吉利。我梦见你妈呀。哎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哎呀，我这……大伯，来，坐。我妈呀，她一生行善，老天都会保佑她的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你说的对，别说，菲菲说的对呀。
你婆婆她一生行善，没事啊？嗯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别着急了。哎呀，爸，爸，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了啊，别着急，来坐着坐着吧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我都坐不下去啊。一般的手术，你别着急了，再坐会儿啊。别担心，乔宝把紧呢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哎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再见，再见。方总，没事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他叶子斌想把我拖下水。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您慢点走，小心一点。哎呀，你少来这套，把我交代的事儿办妥了，比说这些屁话强。我自己开车，不要老跟着我。这女人太他妈狠了。来，我给你倒杯酒，你喝了压压惊。喝什么呀？不喝。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明白吗？你醒了啊，妈，妈，妈，医生说了，手术非常非常成功，您真有造化，瘤子是良性的，你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下子我们可放心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赶快给公安局打电话啊，让他们转告子斌呢，说你妈没事了。对，我打，我打，快点。号码啊，哎，我有，我有。上次那个警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，他给我留的。啊，哎，快点。
您看这天色，今晚肯定会起风，风太大，行船不安全。陈然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王总，这……喂，大嫂，我是苏苏。你说话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现在就在方小平的船上，这里面信号不太好，有什么事儿我会给你发信息的。大嫂怎么样？那苏苏来电话了，说在方小平什么船上，这话也没说完他就断了呀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不会吧，苏苏会来电话的，没事。吃完饭以后啊，继续装货，具体超载多少你看着办。这货装完了，把舱门呀一定给我锁好。您放心，这我都安排好了。半夜就起航吗？这今晚起风啊，半夜起航目标太大了。在天亮之前必须把船给我开出去。好吧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听我说啊！今天晚间把所有的舱门都给我锁死了，仔细检查一遍，别落下任何一个。整完了，咱们喝啤酒去。明天早晨准时开船，走。哎，杜姐好，晚上好。菲菲呀，我想苏苏一定发现了方小平公司的违法活动，很可能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吧。啊，一定是方小平买旧船准备骗保的事儿他取到证了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就是不知道嘛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啊，让我爸看着咱妈，我住到你们家去，咱俩把电话呀全打开，一定要等到苏苏的消息。嗯，你说呢？嗯。那赶紧走吧。我是苏苏，你在哪儿呢？你，我现在在方小平的船上。那船到哪儿了？这里面信号不太好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会给你发信息的。啊？
喂，喂，苏苏，苏苏，喂，大嫂，苏苏怎么说啊？电话断了。哎呀，那赶紧找方小平去啊！他要不说，咱们就报警。对对对，赶紧方小平。别用这个打，用家里电话打。苏苏要么打不进来。对对对。公司打一个试试啊！喂，喂，咱们赶紧去。好，走。哪个神经病啊？通了也不说话。可能是别人打错了吧。这么一大早把你叫来，就是想让你办好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尽管吩咐。把外边的货款给我收回来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好的。快去呀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方总，叶总的妈妈昨天刚动完手术，咱们要不要去看看她？我为什么要看她呀？她是西太后啊，多管闲事儿。叶子斌已经正式跟我提出离婚了，他这么不仁，我还跟他讲什么情谊啊？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啊，在我面前不要再提叶家的事儿。知道了。走走走，快去吧。方小平，我问你，你的船现在在哪儿呢？你的船到底开到哪儿了？你快说呀！你怪事儿，我的货船去了哪里？为什么要向你们汇报？这里已经不是叶子斌的公司了。哎，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方小平，快！方小平，别动他！方小平，你不会有好下场！你别动！哎，真好吃，菲菲啊，看来苏苏是凶多吉少，我们不能再拖了，赶快报警吧。方小平，早晚会被抓起来的，打电话，赶紧打电话。对对对，赶紧打电话，快走吧。朋友，现在播送早间新闻。新开采的金鸡岭煤矿昨天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，正在井下作业的36名矿工下落不明。据有关部门初步断定，该起瓦斯爆炸事故是因为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引起的，矿主殷兴发去向不明。
不会骗了我吧？喂，尹总，你在哪儿？你现在在哪儿？小芳，是我。煤矿出事儿了。这我知道。你怎么样？我想你。你能来吗？如果你能来，我们俩一块儿出国。小芳，我也想你。我离不开你，我这就找你去啊！你等着我，我等你。别骗了我。这就，方总，有人打电话来问咱们公司的货船在哪。谁在问呀？公安局的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公司啊。真是成事不足败事的女人。拿十瓶矿泉水，这箱奶我也要了。多少钱呀？啊？58。等会儿我给你拿钱去啊。喂，啊，我是。啊？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怎么回事啊？公安局来的电话。方小平因车祸流产大出血。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已经死了。
呀，孙大叔，你还买了一束这么漂亮的花？那当然了，我们亲家康复出院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孙大叔，慢点慢点，亲家，祝你康复出院。哎呀，哎呀，真的，哎呀，你也来了啊，老骨头啊，这回大妹子康复出院，过些日子啊。该办喜事了啊！哎，我说办喜事谁给我当伴郎？这儿啊！咱一块儿办，集体婚礼。好，好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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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着啊！哎呀，谢谢大家，都来了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走，走，走。就是落叶，我就是落叶。